在其他地方上不了台面的鸡杂碎，川人却能把它变成一道美味佳肴。来，跟我一起做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麻辣小胖，一个关于中国美食的频道。我们将持续更新视频内容，带您领略中国的美食文化。感谢您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年到脖子粗，我就是我夫。今天来个废物利用泡椒鸡杂，现在我们把洗干净的鸡杂处理一下，鸡菌改刀。鸡肝片片，鸡肠再切切，再来倒个碗前，放入盐巴、白糖、鸡精、胡椒粉、酱油、水淀粉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热锅放入菜籽油，七成油温下入青红花椒、泡生姜、排椒、豆瓣酱，下入鸡杂，大火翻炒均匀。炒至三十秒，下入配菜：木耳、芹菜、大葱。炒至断生，倒入刚刚调好的万芡。最后来点明油，好，出锅。什么都不少，一道泡椒鸡杂送给你们，开饭。下饭，拜拜，明天再见。